咁咧，佢就好多人咧中意儲郵票啦，同埋呢個手入封㗎。咁喺我身後面咁多人咧，就係去排隊咧，去買呢一個第三世多傑姜佛嘅手入封，全球咧就有2000套，而香港限量咧只發售100套，非常之珍貴㗎。等我帶大家睇現場嘅情況係點樣樣啦。呢一個手入封咧，佢珍貴之處咧係喺邊一度咧？呢個手入封係佢全球第一次有佛陀嘅手入封啦，同埋得2000個。嗯，咁其實全球得2000個，咁香港係即係有幾多個？香港就有緣分到100個。咁我見到有好多人都仲會係集郵啊，或者係會去儲呢啲手入封咧。其實香港而家集郵人比以往就冇咁。多啊！但而家因為呢個比較特別一個專題，都會吸引到其他集郵人士都會重新開始集郵咯。咁其實你覺得而家集郵啊，或者係儲呢個手入封咧，會唔會即係一樣好昂貴嘅事咧？其實集郵或者係手入封都好啦，可以海平郵得好昂貴又可以，自己喜歡就可以噶啦。咁其實而家嘅年齡層咧，即係仲會去儲郵票嘅人咧，係仲有即係通常喺邊一個年齡層嗰度咧？而家集郵通常比較年紀大，即係40歲以上或者係50歲啊嗰啲可能會多啲咯。